不管怎么打都输不了战士哈。不管我用的是什么职业，我对光头的爱是永恒不变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光头是你一生之敌，光头是我一生最爱。没见我玩光头，一生挚爱的意思是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能吊打他，理解哈。你见过边叠甲边给人按死的卡组吗？跟对象说了晚安之后来看雪岩，把那个人把这个截图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人截图，你跟你对象说什么？你去休息了，然后干嘛？然后来偷看我是吧？兄弟们截图哈，截图。如果我这回合硬刀，下回合挂十费刀，我觉得不差。人人都有个享受，但是永远不好。啊，我这个气质没有风怒刀，问题出在了哪儿？啊，我这个气质验不到风怒刀吗？哦 ，Thank you。啊，不太对呀、啊。没有打出这个卡组的精髓，你们把对象都哄睡觉然后来看我直播是吧哈？大家现在都喜欢这么做梦吧。你是这个某个聊天软件有很多小号什么的，你这个号跟这个号说宝贝睡了哈，我还去睡了，嗯，好，拜拜，就很开心是吧。这德鲁伊就不出一个简单，谢谢他的高级的吧。他今晚把所有礼物都送了一遍。哎，他这两天干嘛去了呀？节奏拍照，不然我不能空过。他这两天干嘛去了？上班很忙吧，还是怎么地呀？他很好久没有来看我直播了耶，还是约会去了呀？劈腿去了？真约会去了呀？啊，你真的是没有素质啊！你敢背着我们去约会哈？没有素质，所以你要跟他断绝关系。我证明是你把他甩了，他靠不住。不要以为整天在群里面搁那什么唱个情歌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就赶脚是个情歌王子什么的，靠不住。对面才五费，他打啥我都打这个，打完这个我这个抽三张，这把我不知道对面怎么赢，好吧？这传说太无聊了。啊啊！伏笔没有先砍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这个圣盾我。这不伏笔。这如果是我打一定是伏笔，对不对？好好啊啊
这不来个什么零费补水区啊，就是上传输的手牌好吧。来注意看，嘿嘿嘿，跟你说就是上传输的手牌，开玩笑好吧，你抓法强德去，跟我没啥关系，我们自己人。别看这场工你看不懂，谢谢花毛衣的高级灯牌。阿姨不会抛弃你。嗯，不是哥们儿，你变二杠二，以我的形象重生吧。你不过是让我白布的傀儡。我都不想对他下手，我解他怪吧，应该这个撞，但是我不要，我要保圣盾，这样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很没有素质，我感觉我打他，哎，我都没故意下手，拜拜，是 love 我，开玩笑，盗版补水区遇到正规的补水区 OK， 这是德鲁伊的牌，你注意看德鲁伊的牌也是盗版，谢谢 Karen 的高级灯牌，哎呀，谢谢梦版现在谁滚啦，哎呀，不得不说他是有点实力的，我觉得我得拿减费，我不能拿怪，一张牌下回合是两张牌，我认为一张牌就过了，我不要两张牌，因为如果我过两张牌，这个里面重复两张牌是有点烦的，一张牌足够了，美丽无处不在，考虑到这个里面如果过两张牌每次都要爆，而且这个六里面有可能会再让我爆牌，下回合我腾掉比如说叠甲法力复原法力复原，他连打两个期有可能真的是要狂爆牌的，没有办法，我需要最好的一张牌是六费那个跳三费，这样他再重复一个放跳三费，这把我就有了，六费跳三费，谢谢，哎呀没有吗，就怕爆掉牌，我已经弹牌弹成这样了，做个人哈，发牌员。累了 ，Thank you。减费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觉得炸了。不要过牌，好的，不要过牌，好的，不要过牌 ，Thank you。好，一张没事，还好我只过了一张。不要过牌，好的，不要过牌，好的，不要过牌 ，Thank you。哦，吓尿。太完美了，一张都没爆，天哪！
可以，这把我的费用是完全可以拿一个一费刀的，最稳的打法是让我来一个拍照，万一没搞死他。但你看对面这个护甲弱者的气息，刚说完开始叠甲，你应该这个加这个装，不然你解哦，那你不解，不解就没有毛病。你知道为啥？因为不然他解的话，一个是三血，一个是四血，对吧？我里面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拍照。我只为了爆他牌。我觉得打战士我还是要拍照的，拍三费这张，这样的话我能拍那个一费的。不，我拍一费的，我先锻造。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无限。好。这样下回合我先搞一把一费刀。哎，十费刀也行反正。张牌，十一张牌，三个炸弹。我现在担心的一个点是在于什么？我抽不到那个果实。好怕要炸了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我疼哈！我怎么这么喜欢战士？我们注意捏软柿子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。茉莉清茶可以吗？人家喜欢喝甜的。哎，就蜂蜜爱情的味道吗？不行了，我吐了。攀上高峰。Thank you。哎，我缓缓。解梦百岁送出的手打柠檬茶。哎呀，不要，柠檬茶太酸了。Thank you。 这个对局逐渐离谱，就是我每次搜到战这个对局都很离谱。谢谢梦百岁的奶油可颂泡芙。哎呀，那再给我配一杯咖啡。哦，哎呀，吐了。谢谢明月江的小朋友送出的德贤女。哎呀，最近忙不约。谢谢花开富贵的多喝热水。哎呀，就是你老实人，我们这种就要多喝热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对身体好，你就是个老实人。
受过的一张照片，但是我觉得两把刀好厉害、哎、不好意思啊。他是没解掉吗？嘿，好烂啊 ！What is this？ 因为没有太多的高中卡路里，像这种渣男一般的什么柠檬茶呀这种东西，就甜度爆表那种，叫茉莉蜜茶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椰子水，这种自然适合我们，真的认准了。我觉得我要整两把十倍刀，一倍刀就堵个风路，能给他斩了吗？我觉得我还是十倍刀稳一点吧。没有，他要补水区了。这是哪里跑来凑数的？等等啊！我应该拿不了牌吧？嗯，我这里面先看一张，不行，把狼魂开了。我已经十六费了，他两个补水区解光就行了。人人都有享受，那是因为解光。你就炸，谢谢奇准自人脱单喷雾，哎呀，给兄弟们，哎，他们这猴急的样子，哦哟。最新消息，谈心了，哦，你也有刀。我需要来个喷子。啊，真的没个喷子吗？假的。I love you。我用的是中间这个补水区，到时候我拍照的话，第一个还左边还有个补水区，这个就不用了。到时候没拍照，就是我用掉一张牌，我觉得没毛病。这又和因为没有喷子，有喷子我就打这个横扫加喷子了，这个频率需要喷子来解。到时候拍照的时候，这些牌都可以扔掉，这个就锻造什么扔掉，这个，对吧？所以再等等，拍个喷子也好的，喷子也是伤害。喷子是啥？弹幕，不好意思啊。喷子是那个三费，亮闪闪，就是用来砸你的。喷子来了，等等，这回合我能斩吗？哎呀，这把不是风怒刀啊，刚好死了。没有喷子用武之地了，死吧虫子！那我不管怎么打都输不了战士哈。